吃 Domino 他们的披萨啦。So good！ 他的，嗨，我在拍《完美日记》的口红，然后这是我家，后面是灯，这是背景布，然后还有我的摄影师。我买的是 Canon 的 M6 Mark II。嗨，这是我新相机的第一支视频。我们现在要吃宵夜，因为我肚子很饿，所以他要煮。现在的时间，耶！好呀，现在的时间大概是2点多左右。那我刚才早上起床到现在呢，都在处理工作的东西。那我一般都是这个时候处理工作的东西，就可能说，回复顾客啊，安排工作等等的，然后就吃午餐。那我一般早餐都是，不是自己做就是叫外卖，然后午餐大部分时间都是家人会煮，然后晚餐的话。会叫外卖有时候，然后今天我就突然间很想吃披萨，所以待会晚上呢我就要吃 Domino 他们的披萨啦。等一下呢我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吃播，并且和你们分享味道啊之类的，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我很久没有吃披萨了。对，那我现在呢就在吃我阿姨煮的面，你们看感觉很辣。那我吃完呢就要继续工作了。喵喵喵。不带的话是什么臭豆啊，哇，我的 Domino 到了，还是一个噔噔噔噔噔，哇，Onion ring， 哦，这个也是辣的，辣的鸡翅，咕嘟咕嘟，我们可以吃了，开动，才木给思密达，我们先吃辣的，我很期待吃这个辣的。好好吃，好饿哦！我不会形容，它甜甜的，带有一点点辣辣的。它不会到很辣，所以怕辣的朋友们可以去点。So good！ 我最喜欢就是 Domino 他们的鸡翅。香香。很好吃，它有一点点 BBQ 加一点点辣辣的，然后我要来吃他们的 onion ring， onion ring 甜甜的，好吃，软软的，你要讲 so good， 猛掰，呦呦。I can feel the 辣椒。What? 辣椒。I can feel the chili here.
I'm going through my taste buds. You can see the cheese also. Nah, yeah. Okay, okay, stop. Dumb.好，那我现在呢就要来和你们分享一下 Domino 他们家的一个活动。好，那从今年的7月5号开始到今年的9月5号呢， Domino 他们家呢就会给出价值总共25万的奖品。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也蛮容易参加，并且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赢得到的一个 campaign。那我现在就要来和你们分享这个参加的方式，你们必须要从 Domino 他们的网站去下单。好，那你们第一步呢，就是要买他们的披萨，还有加一杯饮料。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必须要存起来那一个收据。然后呢，你们就要写下你们为什么喜欢 Domino， 然后就可以 submit 了。然后你们也可以累积你们的分数。那 Domino 呢会每个星期都选出很多的幸运儿，那每个星期呢就会有20位幸运的宝宝可以拿到500块的现金。那接下来呢就是有300位幸运儿呢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披萨，可以得到刚才喝的那一大瓶的可乐免费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无限量的幸运儿可以得到免费的面包。然后呢最大最大那个幸运儿宝贝呢你会得到10000块的现金，10000块哦。那每一个星期呢他们都会发布幸运儿的名字，然后都会发布在这一个 link 上面，然后并且就是还会另外的 email 通知你们这样子。我觉得这一个真的非常容易参加，而且披萨大家都喜欢嘛，从小吃到大一个东西，并且是 Domino 这个牌子，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都是童年到现在都一直在吃的一个食物。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都去参加一下。然后我真的还蛮欣赏并且是很开心看到 Domino 这个牌子，就是在我们现在疫情那么困难的时间都还就是愿意给出现金的这种福利，我觉得真的太好了。那刚刚那一个系列的名字呢它叫 Spicy Fling， 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并且我吃得很开心，披萨还有鸡翅都非常好吃。嗨，大家好，我肚子好饿。鱼饼。好吃吗？钻石失败。我们来吃木饼。ASMR。都停不下来了。拜拜。有叫了，因为我走掉了。现在要下楼拿我的早餐。冰的。这个里面是欧蛋，还有蛋，然后这个是小小的 croissant， 里面是 Kit Kat。其实你们看好像很多，但是我已经知道我能吃到哪里了，我只能吃完这两个最多的，这一个应该会留到午餐吃。还有咖啡，再不给是你打。哦，还不能吃，我还没选到我要看的东西。So John told me he was going to TV at 2 in the morning when he called you about a lost screwdriver.给你们看一下我才吃了多少，剩好多，好像是各一半而已。阳光有点刺眼，可是这里风还蛮舒服的，所以就在外面。然后现在时间其实还挺早的，才11:30，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很早起来，就有很多时间去做我要做的东西。Leo啊，不可以。
以咬的，可以吧 ？No， goodbye， no。That gives me 不会听话咩？不可以咬的那个 goodbye。哎，他边来的。Let's go chase that postcard. Wish you were here, weather. Let's get lost together. 'Cause if we don't, I know that I won't even last another year. Hi， 我刚刚洗好头呢。然后刚刚收到了包裹，是这一个我很喜欢的店，在 Instagram 的 Shopaholicy。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我想试用很久的 Aspoil 的气垫，然后这个真的是在小红书上火到一个不行，它是这样的，颜值超级高，3CE 的两个唇釉，就是他们的新品，这种磨砂壳真的超级有质感。太好看了吧，这个颜色相机有点偏橘，那是这种水光质感的玻璃唇的感觉。应该这一个色号是 Bake Beach， 然后这一个是不会念 Sepia， 这一个比较橘。好吧，那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这些我都要放在我购物分享里面。如果你们想看我最近都买了什么，你们可以去看我那期视频。然后我眼睛今天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上火了，然后眼睛就肿，然后反正就是痛痛的不舒服。今天晚餐吃川菜，然后是来自大庙川菜火锅店的川菜，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红朋友都在 Instagram 有吃他们这家，然后我就想吃很久，感觉很好吃。嗨，我点了土豆丝、辣子鸡、水煮鱼、小龙虾，还有手撕包菜。小龙虾，哇，好吃哦！有，我们说看。哇，哎呦！辣子鸡，辣子鸡，这是什么？它的小龙虾超级好吃。土豆丝也很好吃。哎，早安呀！其实我睡超级不够的，我四点才睡着，然后8点就起来了。我现在呢要来洗脸，用的是 Fresh 的。这个也是非常温和，我很喜欢早上用。好，然后呢我会用到这一个 Foreo 的洗脸仪，这个和你们介绍很多遍了，对，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就这样子轻轻的转圈，这个真的非常舒服，而且每一次洗完就真的可以感觉到特别干净那种。然后用的时间长呢，也可以帮我们有效就是去除一些角质啊，并且就是黑头啊、粉刺之类的。每一次洗完就真的觉得，哦，自己的脸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干净。Foreo 他们家的产品其实都很好用，就只是有一点点贵，可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我现在发现一只蚊子那么大个，没那么夸张，那么大个。可是我还没涂完护肤品，我的手不能打它。我的家真的超级多蚊子的，最近我最高纪录一天打死了7只。啊，跑走了。我一打它掉进马桶了。拜拜。我现在呢就在我的新房间，那其实这个房间呢是我家的书房，然后因为我想要有自己的房间很久了，因为我
拍东西啊什么的，就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间，包括就是我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没办法和我姐姐待在同一个房间，所以呢我就决定把这间书房改造成我自己的房间，可是现在是还没有开始改造的。所以我这几天呢其实一直都在买各种各样的家私啊，包括就是改造了这间房间的东西，然后就想顺便和你们一起记录一下这个改造房间的过程，我觉得改造完后成就感会非常的高。那我今天来例假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刚才已经吃了各种的补品，现在就好很多了。然后我现在就要来继续的找我还有什么要买的。我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在淘宝买的，还有一些是 Shopee 买的。那其实有很多像比较大型的桌子啊，或者说一些架子啊之类的，我其实都很想要从宜家买，可是现在大家都没办法出门，我需要到现场去看去选才可以，所以就没办法在宜家上面买。然后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要买到我的桌子，然后我男朋友现在去打疫苗，等他回来后要让他帮我量一下房间的高度，我要买一个窗帘，然后就是盖住我的书的这些地方，因为我房间的 concept 想要走一个比较慵懒风的那种ins 风的那种奶油白色的感觉，所以如果有书的话会感觉非常的乱，所以就想要买一个类似窗帘的东西把它盖住。感觉是我的床单，这是他的。我们在玩吃鸡，我和你们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玩吃鸡了，然后最近一个月我们几乎每天玩哦。有每天吗？差不多了。我从去年的 MCO 到现在一年多没有玩，我都不知道吃鸡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和平运动会很好玩。内鬼，我今天抽到内鬼，第一次抽内鬼我就赢了，因为我帮你耶。我是好人，他是特种兵，他还帮我间谍。亮亮，嗨！真的停不下来，这一个饼干。我现在房间这一个床单呢，并不是我要的，就是家里自己的。然后我买的还没有到，我买了大概第一批吧，大概过几天才会到。而我的男朋友很可爱，他也是自己在帮我找可以买的东西，你看他发我的。然后现在呢我要打给我的奶奶，因为她今天生日，我要来和她视频。奶奶，要不要看看？谢谢奶奶。你听了啊，好久没见了。奶奶生日快乐。你现在好吗？你越长越美了嘞。注意哈子，好呀，不要出来外面出去啊。我们没有出去。文文呢？文文在外面看电视。哦，他大你几岁？大我两三岁而已。你他属什么的？给你属相，好不好？他属马。属马呀、啊。哦，你属猴子啊。哦。哦，那可能没得问题哦。没问题，是。八字比较好就好，我们就放心啊。我们耍女朋友吧，我们没得哦。二天疫情过了就回中国来玩啊。好，欢迎你们回国玩啊。好，回家乡来玩。都在衰退啊。年龄大了，他是正常的，他在住医院。要住还要住多久啊？年龄大了嘛。对啊，抵抗力也弱了。他这次发高烧，烧成了肺，非常有问题。哎呦，再发炎就要给他消炎了。奶奶你也保重身体啊。好。我在卸妆，我今天就涂了一个防晒，还是很脏的，所以一定要每天都卸妆。用我的 Porsche 来洗脸，超级温和的。最近皮肤姨妈期，然后又有点敏感，又长痘痘了，所以我就要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洗面奶。叮，
用的是这一个 Real Barrier 的喷雾。咦哟，不可以喝那边的水的。然后呢，他真的超级喜欢乱舔。然后精华是用的我最近新买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品牌，可是我还在试用，所以我就不想要那么快给你们看到品牌，因为就是很多那种微商就是会擅自拿我的影片啊照片来去做推广。反正好用的东西我是一定会推荐的。然后 moisturizer 用的是这一个，那这一个我看很多人都说不好用，但是我觉得只是因为你不适合，因为我的皮肤呢是混合性皮肤，然后最近吧就变得有一点点干了，所以这一个用着就还蛮好的。可是我一般都只有在晚上会用，因为早上用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黏，然后会有一点油，可是晚上用我觉得就非常刚好，因为就很保湿。那我只能说干皮的话是完全可以放心去入，油皮或者混油皮就比较不太适合。但是如果像我就是晚上可以接受脸部有点油油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是 OK。 非常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这里又长了一颗新的痘痘，可是它还没有完全的长出来，但我一般这种时候呢就会用这一个产品，是理肤泉的多加。这个真的超级牛，你只要挤一点点出来然后涂在痘痘上面，涂一个两三天它就好的七七八八了。